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还需要2分钟，我们还等其他的人到来，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会议。现在我们是开放麦克风的会议，我们这一节 IGF 的非常多有意思的讨论会，就是上个星期结束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会议它被记录，我希望大家能听到我们的翻译，而且每个会议都有一个这个文字记录，所以你们也可以观察这个英文的电子记录。现在我们的规定如下，首先会有一个主持，会这个主持做介绍，还有要总结，这个 IGF 的工作，他们要给你们一些数据，然后我们欢迎我们的观众，就是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我们 IGF 会议的意见，你们可以说你们觉得什么是做得好，什么是做得不好，明年我们可以如何改善，或者做别的事情，改变我们的做法，我们一直想提高我们的水平，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你们的意见，而且我们非常感兴趣你们。感觉我们如何能够改善我们的做法？当然你们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资源一些限制，所以我不多说。我现在想请主持说几句话。谢谢安妮列的，请。非常感谢我希望我们的技术背景今天过得经验工作得好，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会，但是我非常感谢你们参加了这个网络治理论坛，举办这个 IGF 这个工作是比较难的，
这次我们工作的比较努力，而且从技术方面，我们这次有非常多非常多问题和困难，但是我非常感谢高兴我们这次成功，给大家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的空间，而且我今天也想听取他们大家的意见，就是我们是否做得好。而且我也想感谢办公室做非常好工作，但是我也想表示谢意向所有的参与者，因为如果没有你们想给我们一起面临这个挑战，那我们无法成功。所以现在我希望你们多说你们的意见，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Andriet。非常感谢所有的参与者，MAG 的参与员，而且非常感谢翻译和记录人，大家都工作得非常努力。我觉得这次我们是比较成功，这个超过了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希望就像安列所说，我们希望能够多听取改善的一些意见。所以现在我想请大家，自由，发表你们的意见，自由表达你们的意见。那现在我只想给大家一些数据，大家都知道这个2020 IGF 参与者。如果我们谈这个利用官方的参与者，我们19%是IGOs，政府是代表是17%，公民社会是40%，技术公司是15%左右，而且私立公司他们是10%以下，我觉得这次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政府的代表参与率的提高，还有这个私立公司的参与，这是非常好，这就是说跟之前的那些会议数据，比较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这次是在网络举办这个会议，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是比较成功。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有机会听取这些意见。这边大家能看到我们每个的数据。我们总共有6148个参与者。这不是最后的数据，这是我们大略总结一下的一些数据，所以大家能看到，政治代表有1000位左右，跨政府机构570，公民社会2444，技术公司900，而且私立公司它是1100人参加，这就是那些主次，然后参与的，这个参与者。那这是被注册的参与者，但是大家要注意，我们这一次也允许通过我们 YouTube，还有我们联盟的电视台，还有 Facebook，参与我们的会议。所以如果通过这些平台参与，不需要注册，只需要上网，所以应该有更多。关于那些参与者的分布。如常，大多数参与者，是美国，还有很多巴西来，还有这个欧洲，还有在非洲奈及利亚，欧洲最多是英国、德国和波兰。这是
但理由就是因为波兰明年要举办这个会议，所以这好像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波兰人参与。所以在这个地图上，大家能看到这些多参与者的一些地方。这次我们没有好几个国家的人，完全没有好几个人参与，比如说安哥拉，还有朝鲜，这些国家的人没有参与，我们不知道，安哥拉不知道为什么，朝鲜是好像知道为什么。吉布提我们也没有什么代表，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办公室，我们要详细的考虑这些数据。所以如果我们在什么地方感觉这些这个数字能够提高，那我们会总结一下，然后表达我们的意见。所以这是在这个屏幕上，就是那些没有什么参与代表的一些名字，刚刚还有坦桑尼亚，还有什么小的古巴，小国家，这些国家我们没有多少参与者，所以我们希望下次我们也能够有更多这些国家的参与者，因为他们是伤亡，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参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总共有295个活动，235个这个网络讨论会和60个会议，我们总共有29,929个就是这些会议的连接，所以这就是20,000人次参与这些会议，所以如果一个人参与了三个会议，那他就算三次。我们提供这些数据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人需要这些数据来总结一下。总共有100万分钟会议，而且。按照的数据，我们还有250个这个交流电子邮件连接，所以这是在这个 IGF 2020框架之内，所以这就意味着好多人是用 IGF 来跟其他的人连接。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一定的幅度成功让人相互连接。最受欢迎的那些活动，这些数据他们是用 Zoom 的数据，我们没有加上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或者联盟电视台的数据，这就是 Zoom 的连接，所以最受欢迎的活动是这个开幕式，还有这个环境相关的主要讨论，所以这个最受欢迎。第二个是高层次领导人的环境讨论会，还有这个高领导人闭幕式。第三个是国家和地方活动的主题讨论会，还有新人的相关讨论会，还有这个 IGF 农村的专题讨论会，
还有青年会议，还有电子合作的讨论会，还有数据讨论会，还有最后是Marinsight 趋势相关的的这个纪念活动。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这些联合国电视台的一些数据，所以在这个关于安全的高领导人的讨论会，我们有比较多参与者1193个，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专题新人讨论会有1155，然后第三个是这个议会的圆桌，1000参与者左右，最后一个是这个社会和经济，这些就是这个 COVID 危机之后的恢复讨论会，所以这些数据是重要的，但是我们觉得他们也意味着有很多种讨论题目，就是让人感兴趣。那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总结的信息。这个我们的网站有些原因，有些人找不到的吧？如果是你看那个新闻的下面的吧，有一个链接，这个是我们会转换的这个网站的吧？就转2021，这是在1月份将会发生。抱歉啊。在这里可以看到的吧？不知道你们看得比较清楚，可以登录网站。这里从办公室可以把这个链接地址放在我们的这个对话里边的吧？这个是官方的秘书处办公室的那个公布的吧？这个草鞋的一些小的一些总结，关于信用，关于这些伦敦，我们呢议会，议会伦敦圆桌的这个结论，我们也有，对媒体颁发的一些信息。还有，大会秘书长的言语和总秘书长的发话，这是各个会议的一些链接，有我们的工作的一些结论的吧。我们将会继续工作，继续。公布的吧，我们做了很多，会议的一些工作的吧，有一些评论，有些会议，这些会议不一定是一年一次发生的吧，应该是更多的吧，我们也是考虑在内的吧，我们会，组织一些更多的一些论坛，可以，找到的一些报告，我在这里提醒的吧，这里有很多一些宏观的一些小组的吧，他们在做这个工作的吧，是可以找到的一些话题，一些论坛，谁可以做出一些贡献，可以连接我们的小组，可以强调的整个一个思想一个思路的吧，这个关于这个包容性。有很多一些参与者，做出他们的一些评论的吧，有会议的一些总结、一些报告的吧，有志愿者的吧，一些评论，
我们也收藏的这些信息，还有一些文章，有 YouTube 的这个视频，我们鼓励大家可以登录的看 YouTube， 有专门的一些频道的吧，可以找到所有的一些视频，通过 Facebook 也可以查到的吧，我们包括高层的一些会议的吧，都一样的吧，都是我们的联盟的电视台那播放的，在其他的媒体上面的吧，媒体平台也可以找到的。其他的公布的吧，日内瓦那个论坛的平台的吧，他们也有自己的报告，有分析报告，有会议总结。你可以登录他们的网站，可以看到的这些会议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吧，内容。我是说的是公布的同步的一些信息的吧。最终，我想要强调的吧，这是我们有最后一个期限的吧，关于12月1号的吧，这个期限。所有的会议的这个报告的吧，这个提交的报告的吧，给最后一个最终的一个期限，对吧？同时关于这些报告的一些有关的评论，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信息的吧，我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我们的文章，如果你要说一些东西，要做一些评论，有一些东西吧，就是在这个期限之前的吧，要输出去的到我们办公室的吧。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关于我们的整个一个社会的吧，或者是代表什么意义的吧，或者是觉得有缺乏什么内容的吧，让我们知道。关于组织者有什么评论，也可以你的想法传达给办公室，可以给我们的组织具体的会议的一些主办方的，我可以分享这样的一些建议或者一些评论或者是一些倡议的吧。这个都关注，重要的是看这样的一些收到的评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在12月底就可以公布所有的一些内容的吧，会分布到各个社会的吧，我们同事们的吧，欧洲委员会 OECD 啊，和其他的组织，UNESCO 或者是就是我们的合作单位。这个是我要所说的全部的内容的吧。我想有什么一些评论，有什么一些建议，关于一些这个是这里是有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刚刚所公布的那个统计数据的话，是跟现实的面对面的这个会议参与的那个数量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比例，可以有什么样的对比。那么这个是全球的这个 IGF 它的一个想法和后面有做的，那这个是这个统计数据的话是做一个对比的吧，根据我的所了解的吧，包括过去的这些经验的吧，这个是有相当好的一个结果，面对面的这个统计，我们有 Zoom 的这个统计，我们有电视和 YouTube 和Facebook 的统计，我们现在知道的吧，可以感觉到的吧，是在很多人这个参与这个 Zoom 这个平台的吧，也是登录 Facebook， 我们有这个意识，我们知道的这个，所以我们也会
考虑以后的一些工作，对吧？这里有更多的听众，不仅仅是那边人面对面那个参与的，但是很多人都是登录听去，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有更大的一个数量，跟来自于更多的国家，就在这里现在网络上面，对吧？这个是比传统的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会议上面有人数更多的吧。因为面对的吧是但是我觉得是不应该是比较的吧，因为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面对面的和网络上面的吧，都是性质有所不一样的吧。所以回答你那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国家的或者国际的这个内容。我想我们的通信，我们的一个联系是相当好的吧，我们有国际的一个关注线，阿列特做得非常好的工作的吧，连接这个国际的一些事务的吧，关于国际的一些联系的吧，有独立的一些倡议的吧，我们把它们合并起来的，不仅仅是要为我们自己做的，但是这个是我们共享为大家的吧。这个合作国际，这个应该是说的，叫做合作国际合作是相当好的吧。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网络上面，非常感谢。我想特别是考虑这个我们的会IGF 的内容的吧，我们是更加可见的。普及的吧，有更多的一些会议，对我来说，从我的角度，现在这个整个一个内容一线是更加丰富的吧，所以这个我们是往前前进的吧，不要吃拖推的吧，我们现在是在查特那边可以关注更多的一些信息，对吧？都在这里，大家可以加一些问题，我往后面是做一些统计一些评算的。非常感谢给我一个生意的吧，我祝贺有这么好的一些数据可以公布的吧。我这个是我第三年的吧，在岗位上面的吧。我是来自德国。我这个是跟互动的边是跟 Marcus Comer， 我非常高兴看到的这些非常棒的一些数据，不仅仅是参与那个人数，但是包括 YouTube 上面收听着的、收看着的吧，数量我们有23个动态委员会的吧。都有些是刚刚开始的吧，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启动的吧。我再要强调的吧，有一个信息，深水污染的一个委员会的吧，我要强调的有如何重要的吧，这样的一些分析，我们所可见的吧，其他的一些信息。都是在主导会议上面都是提到的吧。他们不仅仅是有蛮好的一个报告一个结论的吧，但是都是官方的一些内容的吧，相关的一些内容一些话题的吧。我们建议的吧是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研究，总结这个近期的15年的吧，包括对后面的这个影响的吧，我们要看到的有多么重要的吧，可以发挥多大的一个作用的吧。都可以有动态的一个增长，有多大的一个
有时，特别是考虑国际的一些政策，对吧？我相信这个不是最新的一些信息，对吧？但是，环境的一些话题，有关的数据，这个是那某种方式是一个培养出来的吧，是整个一个环境的吧，这些年的我们所讨论的环境的一些内容的吧，这个是要国际和国家的这个政策一些工作的一个结论。谢谢收听，非常感谢。我们看了有继续，我们有问先生是接下来的吧？那我，我刚刚就按的那个是什么模式的吧？是，我是长期参与的吧？首先是，要。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吧，这个是 Zoom 那个机制的这个设备这个软件的吧，对我是非常惊讶的吧，是可以发挥这个翻译那个内容的吧，是我非常高兴看到的吧。第二个是影响我的吧，整个一个系统这个组织非常好的吧，可以连接，可以写东西，可以听取，可以说话的，可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份工作的吧。这个是超越的几代的一个贡献，或者有这么多的人来起草这样的一个结构一个软件的吧。我相信这个有更多的人员的和组织可以参与和可以受益，利用这样的一个软件，这个是我们就叫帽子那边拿下的吧，这佩服佩服。那么如何来帮助是来支持的吧，无论是金融，特别是金融方面的吧，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应该设定一个目标的吧。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明白的吧，无论我们要做些什么的吧，我们都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计划。我最后一个我要比较客观的要看的吧，这个人与人见面或者是在线见面的吧，这个是某个城市在线上面的吧，是不是不是那么清楚可以认识的吧，所以我还是想要我们还是我们要保持在线的吧，因为这样是更方便的吧，免得出差。我讨厌说这样的吧，我还是我个人我喜欢看到人，有这样的一个人对人面对面的一个互动性的吧。但是无论怎么样子的吧，现在这也是在线的那个工作是非常做得非常好的吧，这个都是要说的，非常感谢。我可以跟你分享这个麦克风，这个我们可以做双充的吧一个，但是这个你是电脑点子上的吧，所以我看这个是 Vintus 那个发言如何来回答的，非常感谢，这个一直是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支持，从2006年开始，我们非常感激，确实是整个一个想法的吧，从技术角度，大多数都是在家里行的，这些我们技术人员的吧，比如说路易，整个一个策划的吧，包括 Serena，他是准备了这个登录的这个网站，都是做的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对，完善我们的这个网站，
不仅仅是这些，对吧？我没有忘记这些人，我就有更多的人，我要感激他们，对吧？对我们的咨询的技术的一些支持，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一个团队，工作努力的工作的完了，其他的话这个整个网站的一些工作的和网络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还有谁可以说，我们随时都可以有洽谈，可以有那个 Zoom 通话。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一个团队，可以对话的吧，可以连接的吧，API Jeff， 他们也告诉我的吧，是介绍的我们这个是如何工作的，怎么把它做得更好的吧，怎么利用它，所以我们今后也是要多要采取更多的一些资源的吧。那么下面有米尔豪斯和Walt先生。阿米侯森，我们可以听到是声音比较杂，但是可以听到的。非常感谢，大家你们好。首先是我要感谢有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声音太杂的吧，是听不清楚的吧？他现在在介绍自己。非常感谢这个，下一次我们在波兰可以召开这个会议的吧？这也是把这个网络发挥更大的作用的吧，这个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意义的。这里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的，可以更加广大的发现。对伊朗，这里有一个时差的一个区别的吧。实在是我们这里那个是听不到的吧，他这个，所以说这个我们这样的网络呢会议都是因为是新冠疫情的所造成的吧，但是它也有一定的一些好处。抱歉，这个我们才无法理解。我们不应该允许任何人进入这个网络，而且不能在网络找到他需要的抱歉，但是实在是听不太清楚的吧。
我们应该是做一个，就是像航空这个委员会的吧，这个是覆盖整个世界全球的吧，我们也应该是关于这个电子犯罪的吧，一个做一个委员会的吧，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话题，我们可以 IGFA 召开这样的有关的一些论坛一个会议，这我们要会讲的那个关于IGF，这个是你。 从伊朗那边得到的一些建议的吧，包括这个IGF的那内容的吧，我们将会放在2021，那你这个时候你会有机会的吧，可以再次做这样的一些建议的吧，是在明年的这个IGF可以去做的吧。我最后一句，据说最后一句。 我们要一个联合国之下的一个完全是私营的吧，一个网络安全的吧，避开这个政府的一些干涉的吧，都是专门是联合国的吧，以专门的一个机构的吧，是保持一个和平，是。 数字的一个宪法的一个权益，对吧？公共权益，安全，对吧？这有关的一些规则，这个我相信下一次我们会更重要的重视这样的重要的一些内容，对吧？非常感谢 André。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你参加的非常积极，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对话窗口继续讨论这个题目，所以他建议的这个工作组织。那现在我们有谁？是Ford，请你控制你的时间，谢谢。 我是 Ralph Voldenatris， 我是荷兰的一个跨政府的咨询，而且我是这个网络标准安全的联盟的代表，所以现在我想首先说，这次 IGF 举办的非常成功，我参加了这2个星期的会议，所以我想表示热烈的祝贺，而且关于。 关于那些，这个会议举办的模式，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些新的做法，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对话窗，我们有非常积极的对话，这个涉及到这个主持人所说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听到了，很多人想参与，但是他们无法进入这个房间，因为如果在90分钟有12位参与，那这个在网络很难进行这个对话，实际上在我们 IGF 每个房间的这个。 这个时间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想做多方式的一个会议，就是明年，那我们必须要有更强的远程的主持，还有一个现场的主持，比较愿意听取意见的那个现场主持，所以这样子，我觉得。
人家能够，能够是更平等，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一个事情。而且如果我们谈专题讨论会，那组织的方式它应该是，可以被考虑一下，因为如果我们更好组织这些讨论会，我们能够欢迎更多人参与。所以下一个建议就是改善那个之前所说的，但是我想再次强调这个，我们关于这个 COVID 有那么多讨论会，COVID 和网络相关的这关系的一些讨论会，所以实际上这些讨论会他们在讨论一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想有什么国事的结果，那我们必须要让这个题目更为详细。所以如果我们要有什么更好的结果，那我们必须要更详细的界定我们的题目。这样子我们也会促进整个思维方式，或者整个过程，这样子 IGF 能够变成一些变化的促化剂。而且这次我们在好几个讨论会，我们有了不同的人说一样的事情，而且关于这些关于这个环境高层次的领导管理会，有人提到了 Joe Biden， 他就新美国的总统，而且有人表示希望这个 Joe Biden 的新的政府会改变对态度的对环境的一些态度，所以我希望明年会有更多的组织参与，这样子我们也会提高这个 IGF 的有效性和成功率。但是这次我觉得也是非常成功，非常感谢 Vort， 非常感谢。我也觉得我们有事情表示祝贺。那现在还有很多人想参与，所以请大家一分钟以下说话，谢谢。下一位是 Siva。我参与核心价值的动态联盟，这个联盟在参与 DC 协调组。那我想补充 Yuda 所说的内容，动态联盟它是非常重要的IGF 组成部分。我们继续对 IGF Plus 这个平台做出共建，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大的正式的角色。在很多层次，尤其是在这个高层次的论坛等等，我希望我们的联盟会有更正式的参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Siva。现在我们请 Sofia。Thank you, Andrea。非常感谢 Andrea。我希望大家能够听我。我叫 Sylvia Carena。我是 APNIC 基金会，我是技术社区的 MIG 成员。我今天是从 Australia 跟你们联系，所以我想说。今年成功举办 IGF 的所有的单位，我想表示祝贺。我非常高兴我们在很多层次支持这个多利益有官方的态度。我想说，很多人听取了很多很好的意见。那我作为这个 MAG 的成员，所以我想以我的 MIG 的同事的名义
表示热烈的谢意。我有很多事情我想说，但是今年，我想说我们很高兴，我们谈到了数据，数据环境包容、和其他题目，我们很高兴，这今年我们的这讨论会的这个地图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很明确能够连，就是这些每个会议之间相互连接。我当然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改善，但是我感觉这样的线上的会议也可以是非常成功的。我现在有三个意见，促进 MIG 做出什么机制，加强这个环境相关的这个条件。今年环境是一个新的一个条件或者新的一个题目，但是我觉得这个非过得非常好，而且参与者是最多，所以好像环境这个问题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所以我觉得 IGF 应该继续听取多组织多方的意见，而且选择需要讨论的题目。第二个，如果我们再次需要在线举办这个 IGF， 我觉得我们应该扩大我们这个地区阳台和澳大利亚的参与者率，因为今年我们有很小人参与，而且还要加上这些对其他语言的翻译。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到有更多的人参与。第三个意见，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社区，应该在这个办公室领导下，准备一个开放的信函，就是向那些管理这个会议的电子平台，就是告诉他们我们学了什么，就是尤其是 Zoom 我们学了什么，而且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挑战，所以我们都应该准备这样的一个信函，而且在这个信函描述我们这次受到了技术的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 IGF 这次 IGF 它会对很多人有好处，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觉得我们需要向这个 Zoom 还有其他的平台提供一些产品改善的建议，所以我觉得办公室可以负责这个工作。谢谢。非常感谢Sylvia。而且非常感谢你对 MAG 的这个贡献，其他的 MAG 成员也是，但是尤其是你。现在是 Valeria Betancourt。 非常感谢，我希望大家能够听我。非常感谢 Arnett 还有其他的参与者。首先我想表示热烈的祝贺，就是大家今年非常努力，而且表现得非常成功，尤其是 IGF 办公室 Andriette 女士，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非常有挑战的时间当中举办这么一个会议是非常好。我知道尤其是今年 IGF 给我们表示它是非常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活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很高兴 IGF 帮我们扩大我们讨论的范围，而且在这个 IGF 我们见证了这个重要性被看到。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发展 IGF 的作用，
因为它在这个电子合作和电子环境生态，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通过 IGF 我们可以加强跨国电子合作，尤其是在这个在目前的危机。所以我觉得我赞同 Silvia Cadena 所说的，我们要加强这个电子和环境的这个挑选，这个题目的讨论会。我希望我能够跟 Silvia 和其他的 MIG 成员继续努力，而且我觉得我们开始做这个实现政策的项目，这个非常成功，所以这就是非常大的成功。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说，就是关于我们未来的一些可能做的事情是那么多。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加强协调，而且在这个全球层面，我们必须要加强管理网络治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电子生态必须要一起合作。我没，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没有看到，或者有可能我没有参与。就是我们没有多听取这个人权保护者的一些意见，我们没有听取他们的在这个大流行事件所的工作，因为目前在网络还出现了很多新的罪犯。所以我想多学习他们目前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希望明年我们也会有这个层面的参与者描述他们的工作，这样子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表达意见的空间。当然我们在这里想多强调这些意见，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我们我非常高兴 IGF 2020它非常促进包容，而且它让我们能够一起答应大流行的一些挑战，和这个电子时代的一些新的挑战。非常感谢 Andretta， 非常感谢 Valeria。现在Michael Nelson， 请大家控制在一分钟，谢谢。我是 Michael Nelson。我在信息的一个社会的吧，参加 IGF 也是积极参与的吧 ，IGF 美国，我是在麦克那边，我去过六年前的吧，那时候也是说的是我会非常直接的吧，我也会有那个 tweet， 我给你5秒钟的。就因为是远程的吧，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介绍的吧，只是有的时候是唯一的一个缺点是不能把这些最佳的一些人员都连接起来的吧。你们每一位办公室的这个是最好的吧，这个我们有新的一个论坛，都是一些官方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讨论的吧，技术问题，开幕仪式，这个我们也可以做的一些工作的吧，这最重要的一个你要需要的吧，跟
星期的一些技术一些问题的吧，这样可以做的吧，因为很多人要教会一些专家的吧，到要知道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我们要得到一些更好的一些支持，要跟更多的学习后面要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需要什么新的一个技术。有些人是有在打乒乓球的跟其他的人交流，那个有Zoom 一些技术的吧，是可以，我可以进行对话的，我可以听整个一个会议，但是也可以顺便可以跟这个那个具体的一些人员的吧进行交流的吧，这个是一个问题要去解决。第二个是要都是要在真实的吧是。那时候是要可以有一个选择余地的吧，因为这个在现实那边有三个东西我要做一个选择吧。这个比如说有五个会议人人都应该去看的吧，你有可以说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差一些的吧，你要做一些工作的吧，关于这个日程比较透明的吧，你要加几个步伐的吧。我知道这个是增加一些工作的，但是这样的一些日程都会都用个有亮相的吧，有一些有 YouTube， 我可以看到谁在发言的吧，我可以点击可以收听的吧。我们要取消的这个时间时差地区那个时差的吧，这里是我们要做双重的吧，比如说相隔12个小时。因为有些是独特的吧，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会议，这个是可以相隔12个小时才做的吧，要做做更多的一些会议，就是专门是关于这个因特网互联网专门或者是政府的吧，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啊，其他的人做的可能是更好的吧，可以向他们学习的吧。我跟吴涛那边完全同意啊，要需要回答问题的吧，需要提问题回答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的吧，更多的媒体的那个发布，我们不仅是做这个双重的吧，我们要去做以 IGF 虚拟的 IGF 的这个10天时间的吧。我们可以迎接数字世界的这个需求的吧，和一些东西它的复杂性，它的一些自己构成的吧，这个是这个我们要聚集的嘛，面对面的吧，在一个酒店里边的吧，大家都可以碰头的吧，花2天时间的吧，可以推荐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不要是说的互动性，因为这个是虚拟和现实的吧，是一起的吧，我们要去做同步的两件，这个都是要说的，非常感谢，我这个是在chat 那边是写的我的建议。那么推荐下一个人，我还要说这个是 chat 那边是说的，有些是不喜欢这样的一些短信，我们要去把它做的吧，是做一个会议的一些报告，建议的一些报告的吧，这个是有整个一个会议的一个组成，这个是我们输入一些信息的吧，这个是后面这个是一个依据，我们可以后面做出一些结果的一些文件，让人的吧可以做一些评价评论，所以这个不是没拒绝的吧，这个是我们给每个人给一个机会，可以评论，可以写下来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个就是我要做一个解释的吧，这个小小的一个插曲。下一位我失去那边 Elizabeth， 下一个是 Elizabeth。 非常感谢我要开通那个麦克风，我是德国的吧，数字化的社会的吧，我们去年参加了这个峰会，我持续训的吧，对年轻关于年轻人的吧，在那个虚拟世界的一些做一个主题的吧，做一个总结的吧，这个
我们的北京对吧？我看到所有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乐观的吧？概念对吧？在高层的一些对话的吧和工作车间里面的吧，这些年现在都是进行了一个新型的一个东西，IGF 那个办公室的吧是注意到的吧，包括明年的波兰的这个主办方，我们将会做好准备的吧，重复的吧，一些做法，包括这个2021之后的吧，我们要发挥这样的一些优势的吧，原产的一些视频。我有些年轻的人员的跟我反馈的吧，包括我的同事们的吧，新的一代的要去加入的吧，一个面临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挑战的吧，要参与。我们是大家知道这如何难呢，这让年轻的一些人员对吧参与一个机构的吧，但是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些原厂的吧，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的吧，找回这样的一些年轻人的吧，是比较好的吧，特别是现在出差旅游比较难的吧，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更好的吧，可以方便的可以吸引他们的参与。所以这些人都跟我讲话的，我们讨论过的吧，在这些后面这几年呢，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这个是我的一些建议的。非常感谢 Elizabeth。我有一个问题，好像是没有回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短信，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那么你想要做这个双重的一个我们上一周没有进行讨论对吧，年轻青年的那个通道的吧，他们就没有去选择对吧，这个是主体的 IGF 主体和年轻青年的一个道路对吧，这个现在可以这块。根据我的经验的吧，这个是不需要的，更好的不要去做外边的一个会议的吧，为了参与的吧，这个是这个是在前面会议或者是在业余的一个时间的吧，这个组织这样的一些团伙的吧，当然现在是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另外一个时间区域的吧，所以我们要选择良好的一个时间对吧，但是在重要的一个论坛之前的可以做一个插曲，这样的一个安排的吧。非常感谢安雅将会研究这个开始做这个工作的。那么接下来 Michael Logia 发言。非常感谢Michael Logia， 我叫阿哥，我在这个Global， 我是这个是记者是可持续性的吧，这是一个帽子的第二方面的吧，我是互联网的人权的有关的事物的吧，那么首先是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些参与者工作或者工序的，我们可以有这个做这样的一些工作的吧，我个人的话几年的时间的吧是做这个关于环境持续性的吧，完成我们的一些工作的吧，现在我们可以意识的吧，这个是一个进行矫正化的吧，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经验的吧，我要感谢我们这个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吧，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些支持对吧，这个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些工作的，我们将会继续合作的吧，
最好的一个信息对吧，就是有人家这个从事这样的 CEO， 不仅是一个就按照我们那个案例一个发言的一个参与者吧，这个我们组织的一个协调的一个工作之间，这他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这唯一的一个途径他可以参与对吧。我们原来都是一个实验，我们不断的从事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做一些实验，大家都知道2020是完全不一样的吧，有些是虚拟的一些状态，或者是双重的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我相信这个整个一个社会和政策的会有变化，通过几年对吧，我感觉到这几年对吧是十分的疲劳的吧，有太多的一些内容，太多的一些活动对吧，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日常的一些工作的，有其他的一些事务要去做的吧，这个也意味着的吧，我们要请假 for 两周请假的，才可以参与所有的一些论坛和一些会议。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网络论坛的吧，要听的吧，要有些问题要去对，这个不是一个对话的吧，这个是我是缺乏的吧。会议之间的这个间隔也比较长的吧，这个是比如说星期我要做的吧，一个内容，对我来说更方便的吧，如果是把这些一个话题的一些有关的一些论坛更加和平更加集中的吧，特别是我们也要考虑的这个有时不同的市场区域的吧，这个是一个比较，但是我知道的这个是很难做的，这个十全十美的一个方案的吧，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要去研究，所以去考虑的吧。第二个我要鼓励大家是要大家是记住的吧，我们不能一直是在线的吧，我们要离线的吧，我们也有些日常的一些生活的吧，有很多做的吧，我不是批评的吧，这个是我知道的这个时间，我知道为什么这样做的吧，做得非常好的吧，但是同时我大家鼓励我们要做在线的一些东西，我相信以后要做的吧，是的一些变化的吧，但是我相信这个是不支持，这个是看上去非常好的，但是言论的一个质量会差一些的，这个是不仅仅是我的个人的一些东西吧，所有的一些工作的，如果是中国那个网络婚礼对吧，没有这个开心，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是对。这个不仅是我们要给人家看看的吧，就要还是缺乏这个面对面的一个因素的吧，这个是这个不仅是要对经济的一个贡献的吧，飞机宾馆的吧，出差坐飞，但是我们人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动物的吧，我要进行一个互动，这个是有感觉的，属于一个群体的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吧，网络那边是不能不可替代的吧，非常感谢。No, that's all very, very.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我知道的吧，是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都是做个网络的一些设计，这个是做一个组成部分的一个因素的吧。Michael 说的一个为什么？Webinar 是那么难，因为但是缺乏这个
人类的一个意思，对吧？这个是人家看不到你在那边的吧？我们要创造一个方法，对吧？可以保留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吧，在现实之中的一个会议的一个感觉。当然这些数据是我们的，当然有苹果那个会议。有更快更多的数据啊，更多的一些工作量。那么我说话的太多的吧，接下来有现在有谁看不到，是说一下一个应该是他们啊，应该是他们，现在你可以说。非常感谢 André。我也是这么 MMAG 的参议员，我代表国际商会。非常感谢 André 你的领导的工作，而且我也想感谢办公室的工作。非常感谢我的 MAG 同事。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些技术的问题，而且政治的问题，而且一些私人的问题。但是这一年我们 MAG 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我想提几个意见。第一个关于参与。我们看到了这些数据，所以今年我们有最多注册人的数字，大多数的人他们是新的一些成员，所以这是必须要考虑到，而且今年我们有非常多样化的参与者，不只是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而且也是从这些行业，就是政府、私立公司、公民社会的代表，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建造，因为我们必须要让那些公司代表也参与我们的对话。关于通讯，我感觉让我非常惊讶，就是那个办公室，那么快就是做记录这个工作，让我非常惊讶，而且我也非常高兴，因为他们马上就做这些结果的记录，而且发表他们，所以我们马上能够知道 IGF 今年它集中在什么样的东西。我希望这个宝贵的内容，它能够变成我们未来几年工作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让我们能够让人积极参与我们的未来几年的会议，这个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社区媒体，他们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也想重复之前人所说的，非常祝贺。但是我觉得在 YouTube 放播这些会议，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且那些参加这些会议的人或者其他的人，他们能够马上就再次看这个对话，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听到什么或者没有理解什么，他们可以再次看这个。关于迈克所说的，我同意，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些使用者经验是被考虑到，而且我们必须要保证人家有那些交流的机会。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我们还必须要强调，就是让我们的这些会议分好几个路线或者条线，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的安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我们从办公室反映知道的，就是我们非常看重我们的包容的性质，还有这个多利益有关方的这个性质。所以我很高兴我们
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私立公司，还是公民社会，我们从很多方都听到了一样的意见，所以这个意见是我们今年做得好，所以这个证明我们工作的方向是对的，而且我们要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的努力，辛苦了。I was muted. Sorry. 非常感谢达梅。现在是约翰，然后 Bruna。达梅，非常感谢你 MAG 的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达梅也是 MAG 的成员。大家好，我叫约翰米约翰，我是Kaspersky 的软件工作，所以我们是私立公司的代表。这是第一次我们参加这个 IGF， 而且我们参加了这个跨会议工作和在这些主题讨论会也参加了。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成功。我忘掉说我是德国的，而且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行业的代表是非常好的，不管是这个利益有关方的代表，还是性别代表，还是地区代表，都是非常多样化。所以今年 IGF 是不一样的，因为是线上，这个让很多人能够参加。而且也有很多人他们因为技术的问题也不能参加，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提供了反馈。但是我觉得我们觉得很好的事情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会议分到这个路线，这是好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个 Michael 他已经提到了，这个 Tamir 也提到了，那我们想强调一个态度，我们觉得，就是 IGF 已经做这个，但是我们必须要在未来再继续强调。如果我们有两个模式的活动，这是非常重要，让 IGF 集中在人身上。因为每个人的兴趣是不一样的，或者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们还是想线上参加，有些人想线下参加，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多听取这样的意见。所以 IGF 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采取这个双模式的态度。而且我们觉得还应该有一个系统，就是为了评价这些会议。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改善，还有这个注册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改善，关于网站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善工作。我知道明年你们会有更新的网站。但是我这边也想说，办公室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开放的，他们的联系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实在看到了多利有关方态度，非常感谢。谢谢约翰。那现在 Laura O'Brien， 我现在请你表达你的意见，非常感谢。我叫 Ola Brian， 我是联合国的 Access Now， 所以我今天是代表 Access Now 这个单位。所以首先我想表示热烈的祝贺 IGF 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今天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个。目前我们就是位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越来越多人依赖技术，这个技术能够避免排除化或者其他的问题。所以 IGF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多利有关方的态度它发挥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这个一些组织的意向函
被踢掉了，而且签署方有100多个非政府组织，所以而且我所代表的的这个单位已经发了一个邮件，尤其是支持这个 MIG。的工作，我们也做了这个路线图的一些投入，这个投入它集中在 IGF， 在这个路线图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想强调五件事儿。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共同促进电子合作的，而且加强多利有关方的态度。我们想保证每个新的结构它是基于去年的一些经验建造的。我们请求办公室保证这些 IGF 它不会在其他的论坛同时举办的。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多利有关方能够参与。第二个是我们想保证所有的多利有关方一起工作，来保证这个地区的参与。所以我们想建议做一个影响的评价，所以对每个行动这样的文件。第三个事情，我们想多鼓励志愿者参与。我们希望第四个，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些专门的联系的结构，还有新 IGF 模式的一个更好的资金来源。还有最后，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性别平等，而且性别平等性它必须是一个原则。所以那些女性还有性别不确定的参与者，她必须要是官方的。非常感谢。Thanks a lot。非常感谢老了。那么，这个也是接下来的我们昨天的通话。接下来好好。和可以发话。大家好，我相信希望大家可以听见的吧，这个我非常惊讶的吧，因为我看到那个 Bruna 在我前面的吧，我想做一个段落的一个总结。OK， 这个是他做加了他的手机。我是哈尔格格家的吧，我是在随那个政府工作的吧，今年的吧，第一次加入的吧，这个我的个贡献 IGF 办公室做这个团队，你们大家的 Henriette 做的非常好的工作的吧，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吧，这个是我们有。计划的吧，是3年前的，我们组织了这样的一个论坛。我可以加入很多这个评价，互联网的这些会议的一些评价的吧，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新的一些参与者、新的一些。发言者的吧，代表他们的这个有欲望的参与的吧，特别是这样的一些歌手的一些参与的吧，我们今后会做的在政治层，我相信这个虚拟的模式 IGF，
应该是得到我们的支持的吧。特别是把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格式的吧，是转移跟虚拟的一个方式的吧，在这么艰难的一些条件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我们挑战了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话，还是非常成功的组织的这样的论坛，虽然是虚拟的吧。我们整个一个IGF 社会的吧，从2019，说了已经很多，可以做的整个一个环境数据数字化的吧，这个是我们很多的言论的一些主体的吧。最后我们一个说到的吧，是这个互联网和我们的吧，我们的一些评价，上百上千的不同的公民的吧，世界各地的吧，他们提到的吧，是关于这个互联网的一个治理，它的这个机构化的吧，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虚拟的方式，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跟普通的百姓的、普通的公民的吧进行对话的，可以听取他们的一个呼声。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领域可以进行一些改善，我们要努力去改善的吧。这里最近也是那个提到这个 IGF， 是说的我们要很多一些工作的，为了覆盖一个一个确的吧。这个决策层的吧，一个距离的吧，缩短的这个距离。关于这个论坛的一些重复性，我们应该是做一个话题，这个论坛和工作间的吧，是根据话题来去分配的吧，而不是说是今天的按照那个故事。但是我知道的，我们正在学习的吧。我在这里也是我的想法和我的思想，我的建议也会有所帮助。一天花在太多的小时的在电脑面前，在虚拟的一个世界的，也不是特别健康的，不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吧，一天四个小时，比较积极的，这个是完全是足够的吧。有的时候是少，反确是会带来更多的吧。我们应该是听取这样的一个信号的吧。IGF， 做好准备，可以长大，可以坚强。这个会我们大家都可以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实现。非常感谢赫尔赫，再次感谢多年的一些支持，也是感谢你的政府对 IGF 的一个支持。那么2017年的瑞士这个政府，那时候是他们那个召开的会议。Roberta 接下来。非常感谢，我是早上好，中午好，就晚上好。我是来比亚玻利维亚 IGF， 我是第一年的 Mark Member。那个成员的吧，首先是恭喜祝贺的这个非常成功的 IGF 那个论坛的吧，感谢所有的参与这个工作的一些人员的吧，我不是我们以后可能是会碰到的在其他一些情况的吧，在 Mark 的，我不是跟大家说拜拜，但是
这个平台的吧，也是比较昂贵的吧。How we could do so？ 所以我们要去考虑的吧，一些其他的一些途径或者是一些垂直的一些方式，否则我看到的吧一些评价的吧，包括YouTube 这个商业的吧。这个是我们所做的这个内容的吧，这个要确保的吧，这个是随时发现这做出这样的一些东西要有限制。失去了，没有视频，抱歉。这是我。所以这个在视频在屏幕上面可以看到这个链，这个在 YouTube 那边是可以看到的吧，是谁讲话的，可以做出的一个东西吧。这有些这个论坛没有被翻译，那我们要去寻找更好的一个方案。的唯一的一个原因是重要的是选择一个 Zoom 是考虑这个安全的吧，但是在 YouTube 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也是要去考虑的吧。 YouTube 不能漏误的吧，这个安全的吧，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日程安排的吧，可以进行选择的吧，如果我要参与我需要登记，这样是 YouTube 那边是额外的一些人员对吧，不知道是有没有那个Zoom 是一方面的吧，这个 YouTube 不知道是有没有可能。我喜欢这个写 chat， 看了一些 chat 吧，是要有知道的这些人，我知道这个是增加一些费用，这个也是重要的。我们所拥有的钱是，放什么目标的吧？是更多的人次的吧？还是，以更好的一个网络？这个是一个选择，是拥有的钱如何来花，如何来用？我们呢用的这个翻译的吧，一些有选择一些成本比较高的吧，我们可以有其他的一些贡献的吧，但是综合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吧，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个我们日常的一个奋斗的一些东西对吧，资金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也是要天天要考虑的吧，是用的那个资金是最可以带来最好的一个利益，但是我们呢要衡量我们的需求，一些残疾人员的一些合作的吧，他们的需求的吧是怎么样子的吧，我们今后的也是要去继续工作的吧，我们也会研究这个亚裔的那个语言的吧，这个如何来去做的吧，我们完全这个做的，我说过我们有这个压剧对吧，包括这个面对面或者混合的或者是虚拟的一些原程对吧，我们也可以增加亚语的翻译，我们一直不断的是在学习的一个那个组织的吧，关于那个第一天的一个那个病毒吧，这个是没有成功的，重要的是我们进入会议那个时间吧，是知道的吧，是会议需要在三天之前的做好准备的吧，所以这个是客观的一个困难的吧，
这个网络流量的吧，等等，有技术问题的吧，这个是做的吧，是因为整个一个布局，整个一个安排的浪费，为了一天，这个是我们决定是放弃的。我要做一个大学一个论坛，大学性的一些论坛，对吧？一些要个会议，他们没有严格的组成成一个。IGF， 所以我们就是抓这个预先的一些会议，对吧？但是都是跟IGF 有相关的吧，所以可能你注意到的吧，是对这些会议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相对我们真实的后面的一些要求，对吧？是更加广泛的一些论坛，对吧？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不无法确保证网络不能找保量的这个流量包，或者是蚊子，其他的这个我们可以决定的吧，这个是我们可以三天之前的准备的吧，肯定是把这些东西准备在线工作的是有所区别。在这里没有浪费的时间空间的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决定，是否愿意是花更多一点资金可以加字幕，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些技术。这个确实是我们要去考虑。这个第一天的这个如何更好的安排的吧，这个就是历史性的一个效果，面临这个第一天的吧。接下来 Marco 那边是说话。Yeah, thank you.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意见，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在这些技术的限制方面继续努力，因为我们是这次是网络会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而且我们也要考虑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接入，都能够接入那些最好的技术工具。而且之前已经有很多人他们强调了，我很高兴这次讨论会的模式它是比较地区化，而且这个动态联盟参与者代表他们要参与，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样子我们能够见到很多人。但是在很多讨论会我完全不知道谁也参加，所以我希望我们未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知道谁能参加我参加的这个会议，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相互见面，这是好的事情，但是不只是在所有的论坛会有这样子。谢谢。非常感谢 Marco。不好意思，我不是按照顺序说，但是下一位在我的名单是 Abigail De Jalo， 还有 Mauricio， 然后 Veronica。
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法国的发言者，和很多法国的西班牙的，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再继续在所有的会议继续提供翻译，这样子我们更多社会的代表能够参与这个工作。 所以在此我想非常感谢IGF的办公室和其他的人，非常感谢。现在我想请Olivia，我们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到了，所以现在我想邀请Melissa，我希望我发音的对。 对，你发音的对，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现在看得到我，那我想说的很快，我在这个对话窗口我已经提到了，为了达成包容和 多样化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加强我们IGF主题讨论会的参与者数量，因为很多人在注册当中，他们没有完全填他们的信息，如果他们没有填了这些数据，那我有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比如说有一些Chief Ambassadors的这个组织，所以我代表好几个组织，所以我们也希望参与这些主题讨论会，所以我希望我们做青年人能够参与这些主题讨论会，非常感谢。 对，这是在我们的日程比较重要的。我们想在这个开幕式和闭幕式让青年代表参与，所以我们希望明年我们必须要在其他主题讨论会，包括那些年轻人。现在我请 Veronica 请简短一下。对，非常。 非常感谢，我觉得 Marisha 所说的也是非常对的。现在看得到我。关于这个青年的参与，我觉得这个重要，尤其是因为作为青年人，我知道我们为了参加这次 IGF， 我们准备了几个月，所以我感觉比较失心。 那些针对青年的会议，他们是专门为青年，所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包容的目标没有完成，因为这样子是就是让那些成人和青年的讨论会分两个活动，这个不好，因为经常有什么青年人作为专家。 所以虽然他们是青年人，也可以算是青年，而且很多利益有关方他们知道，所以他们也会支持这样的态度。谢谢。Olivia， 现在你是最后一个发言者。非常感谢我
was a global equal multi-stakeholder band the 代表，所以我想表示谢意，我们的组织能够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我们的班成员有那么多，所以我们非常困难协调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12个月之内我们技术能够先让的。 进展，那我们也没办法完全让所有人的参与，所以我只想说，我完全赞同之前所说的意见，而且我想表示热烈的谢意，非常感谢 Olivier，明年我觉得我们能够成功。这个让我们能够总结我们的开放麦克风的会议，非常感谢你们的投入和意见，我们记录了这些意见，所以我们会做这个文字记录，会发表这个，所以我们也会设立一个。 就是意见的论坛平论坛平台，尤其是政府的单位，他们希望有一个书面的意见，所以我们也会发表这些意见在网络，在我们的网站，也给你们时间提供你们自己的一些意见。那明年我们再要举办这个。 讨论会除了这个报告之外，我们还会提供一个，就是2021会议题目的什么，招聘，所以这个明年要在波兰举办，这是21年12月6到10号。 所以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为了筹划，而且新的 MAG 他已经被宣布，他目前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持人，所以他会继续担任这个单位。我们也想开这些 MAG 开放的咨询活动。 所以我们希望这所有的投入和意见，他们被听取。所以我们想多听取这些意见，办公室要编制他们，然后还放给我们。所以我们希望这个 MAG 会议结果，我们会有一些好的信息和结果。 我目前按照我们的状况，我觉得MAG 的这个会议不会是在线下，所以这个6月份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是否要继续线下还是线上的会议，但是下一个会议我们筹划是。 线上的会，所以 Andrea， 请你说总结的几句话。在这个对话窗口有一些人问这个是否会线下。 那我还不知道，我们会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最终，我想感谢所有的参与方，尤其是 IGF 办公室，我觉得他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今年还要举办这些高层次的讨论会，所以他们今年工作的非常努力。 非常感谢纽约还有 Odessa 的团队给我们支持，是非常大的，而且非常感谢 MAG 成员，很多 MAG 成员他们的人气就到了，所以我现在想感谢他们的投入和他们的什么遗产。
他们给我们留下来很多文件，很多资料，我们可以在这些资料和资源的基础上继续建造我们的结构。所以我也想说，我们对 IGF 的社区的责任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也受到他们的支持。我希望我们的未来会再见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工作。未来今年波兰是举办这个黑会和下次会议，非常感谢。所以非常感谢 Annette， 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了，这是 IGF， 那我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